子琳开麦，继续呢，我们在节目这边哦，要来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呢，高雄市山林区日光小林社区发展协会的王明亮。阿亮你好。大家好，我是阿亮。是，那大家知道阿亮来自我们的小林村哈，第七届的大武垄歌舞文化节呢就要来举办了，是不是？首先呢，请阿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武垄歌舞文化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呢，跟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小林夜祭啦，或者说我们年底都会举办的一些这个山上的活动，这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这个文化节其实应该是我们比较少的活动，放在上半年的活动。那它是在我们大概是在农历的3月15号会举办这个活动。那其实它跟我们的传统的祭典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的小林夜祭是我们的9月15号办理，它其实是在半年后其实会有一个进项，就是禁止的部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节日把它跟我们的文化节把它结合在一起。那进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要禁止很多比如说结婚啊、谈恋爱，我们可能就要禁止。然后等到小林夜祭的时候，它才会继续开放。这样，这是以前的传统文化。从农历三月多，然后一直到那个夜祭这段期间都不能结婚，什么这都不可以。对，那因为在以前的生活里面是这段期间要好好的，就是要工作，对，要播种，要农忙了、嗯，对对对。啊，如果你做太多别的事情，你可能就是农作物不会做得太好，这样子、哦，是因为这样子的文化来的哈。是是是，所以现在就是大武垄的歌舞文化节也会有进项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技艺在里面吗？嗯，有，我们大概在傍晚的时候，我们就会举行这一个进项的一个仪式。然后除了进项仪式以外，其实我们还很重很重要的仪式叫做祈雨、嗯、那尤其像今年的那个很需要对今年的水库、嗯、居然都见底了这样子、嗯、然后看到很多垃圾之类、嗯、所以我们今年会把一些部分放在我们的祈雨。那为什么会有祈雨呢？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是只要我们的农历3月15号过后，那已经出了播种的季节，那如果我们播种之后雨还是一直没有来，那就是像现在这样，对、嗯、那我们就很担心、嗯、那我们的下半年我们就没有农收、嗯、就会不好、嗯、那我们就会孩子就会饿肚子或者没有食物可以吃，所以我们只要发现到哎怎么一直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赶快去进行祈雨的仪式、嗯、那这个仪式其实也没有很复杂，其实我们就要去跟我们的祖灵信仰太祖讲说、欸、希望能够下雨，然后我们到我们村子旁边的一个溪流那边，然后去装水、嗯、然后我们要装溪里面的水，然后装一些水，然后一直泼回我们的公蟹，就是我们的祖灵住的地方、嗯、然后去跟祖灵说我们希望能够天空能够下雨，然后、嗯欸、祈求这样子。 嗯， 嗯，是以前呢就是传统来讲哦，从农历三月多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传统的祭仪开始，那现在就是跟歌舞文化节一起举办，那这个文化节就是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吗？是，好、欸、其实那天当天的下午，我们活动从下午两点开始、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时间，然后下午呢我们的社区里面都会有很多市集，大概有20几个、欸、在地的农民会来卖一些农产品啊，或是一些可以直接吃的藕桂啊，或是鸡蛋糕之类的，然后所以下午都可以到我们那边去走一走，然后整个下午都会有从来自高雄或屏东，或是甚至有来自比较山区的原住民朋友都会来我们这个社区表演，然后大概有10几个团都会进来我们这边表演，所以我们下午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歌舞展演的一个下午这样。 嗯，而且好像有欢迎那种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左邻右舍，对不对？对，好，原住民朋友啦、就是、屏东的啦、嗯、大家一起来，然后做这样歌舞展演这样、嗯、在地的、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一次听说呢第七届的大武垄歌舞文化节也特别把太祖相关的元素放到你们的活动啊设计当中，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让大家多了解一点？比方说太祖是你们的信仰吗？还是是什么呢、嗯、太祖是我们的祖灵信仰、嗯、那我们就会称我们信仰为太祖，那也有长辈说是环太祖、嗯、或是库巴祖，阿里祖是台南那边的说 法,、哦、说法是喜拉雅那边的说法、哦、那我们高雄道龙这边就比较会称太祖这样、嗯、然后我们今年的舞团大梦舞团这边会稍微用戏剧的方式跟唱歌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就是
太祖的由来，跟太祖的传说，那其实我们太祖有七个太祖，然后为什么会有七位，那我们都会在我们的戏剧里面跟大家分享太祖的传说故事，不然大家来的好像知道我们有个太祖，知道我们有信仰，知道我们是平埔原住民，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太祖这个就是祖灵，那我们就会在现场分享这个传说故事给大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说呢，像平埔族我们在这个太祖好像他不知道在拜什么东西，就是有些地方这样，对，他拜的到底是那个瓶子呢，还是瓶子里的水，还是是其实是另外的太祖，你们在小林村这边是，其实我们太祖他没有一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形象、那其实我们只要进到我们的宫榭，就是我们的库巴里面，然后中间会有一根柱子，那我们称为象柱，那其实我们在要跟比如说我们要跟祖灵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坐在这个柱子的旁边，让我们坐下来，然后面向这个柱子，其实就是在跟祖灵对话，所以我们祖灵不一定会在，并没有用任何一个器具或是物品去代表它，所以你说中间的那个柱子其实也不是，不是不是，它就是它就在，应该说主要就在这个空间里面，那我们只要对着中间的柱子讲话其实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带什么东西代表它，它没有那么具体。那你说对话，真的可以对话，可以啊，就像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信仰对话是一样的，我们也会跟对神明啊，或是跟我们的耶稣啊，或是都可以对话，那一样我们也是，那我们跟主灵关系就很像亲人一样，那我们讲话，然后我们都相信他听得到，然后他也会保佑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这样，像我们要办文化节，或者我们要办业，其实我们都要去问的，就跟他说我们要跟说我们要办祭典咯，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什么做什么都会问，对，他就会指引你说哎，其实他要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要做什么，我们都要跟他有一个沟通，那这个沟通当然主要还是有长辈会去跟我们的祖灵去做对话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呢来参加大武隆的歌舞文化节呢，就可以去看到说太祖的传说啦，故事啦，还有呢可能我们的平埔族小林大武隆这边呢怎么样跟祖灵齁这个对话齁这样的一个关系齁，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哦。那好像听说呢去年因为疫情很多人都取消婚礼，所以你们在这一次的大武隆文化节当中呢也会就是举办一些婚礼嘛，有传统的这个婚礼的祭典。其实我们每一年我们在第二届开始我们办第今年要举办第七届，其实这中间每一年都会有一对就是村民会在现场办真的婚礼这样。那一开始几届呢几次，其实很多村民会来办婚礼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因为风灾的关系，可能有人是老婆离开了，那有些人可能是先生离开，那所以他们就后来他们又在村子里面又认识，然后又结婚，可是因为他们再婚，对，可是这些再婚不是他们愿意的，可是他们又很担心说如果再婚再办婚礼好像又不合适，好像心里面总是有一些疙瘩，可能以前的先生或老婆好像也没有跟他不好这样子，所以就是一直觉得没办法去办这个婚礼，然后可是又很希望给现在的另一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承诺，可是所以我们后来他们都跑去登记，后来我们想说那既然我们有文化节，是不是应该来帮他们实现他们的一个愿望也好，或是一个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后来我们就规划每一年都会有一对村子里面的村民，所以我们的婚礼都是村民，不是外面进来，就是自己的村民，然后会完成他们一个婚礼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那因为去年因为遇到疫情，所以一直很多事情很不确定，然后又很怕办婚礼之后来了很多亲友，然后因为有疫情就低调一点，所以我们去年就取消。那今年呢开始又有村民跑来跟我说他们想要办婚礼，然后他们希望能够有传统的方式能够得到，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祖灵的祝福啦，是祝福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在村里面办一个真的婚礼，而且用传统的方式这样。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如果要办婚礼其实也可以来问一下歌舞文化祭这边，然后呢就是一起来举办，当大家热闹热闹可以接受大家的祝福这样，可以好，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第七届的大武隆歌舞文化节呢还有一些周边的日光市集啦，烤肉啦，文化体验，听感觉好像蛮热闹的，你要不要
要介绍一下。啊，有，每年其实都蛮热闹的，因为我们后来人都还越蛮多，越来越多、嗯。那市集一定是很热闹，因为有二十几个摊位嘛，而且都是很在地、很在地的一个摊位这样子。然后像我们自己社区就卖姜黄臭豆腐，还有姜黄辣椒酱。对，那个我说不辣不要钱哦，好辣。对，还有姜黄辣椒酱啊，还有我们自己很够味，很辣。对，还有我们自己村民可能会卖一些自己做的藕桂啊，或是什么油苍霸色桂。然后可能有在地的、居民啊、熬煮的青草茶、退会青草茶、嗯、像这类的，然后还有可能还有在地的年糕口味的鸡蛋糕，可能这些都有、嗯、那我然后还有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嘛，就是那个烤猪肉，就是、烤那个山上的猪肉、嗯、现在可能山猪没那么多啦，可他们会讲山上的欧滴这样子、嗯、好像是欧滴哦、那些都非常的好吃这样子、嗯、啊，当然一定要不要错过我们的展演，然后文化体验、嗯、我们现在一定有很多可以体验的部分，这样传、嗯、统的工艺的体验的部分、嗯、工艺哦，对，可能有采菊啊，或是什么鱼蛤啊，那些体验现场其实都会提供，所以就是说去玩的参观的民众都可以亲手去，对，可以去摸到，对对对对对对、哦嗯、好啊。那这个第七届的大武垄歌舞文化节呢，时间地点齁、哦、那怎么参加，你刚刚说的这一些呢，包括传统的祭典啊，或是这一些周边的摊位，这个有需要事先报名吗，或者要遵守哪一些规定的吗？欸，不用报名，然后可以直接就是下午两点直接到现场、嗯、那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完全不用任何的费用、嗯、那我这边唯一想要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当天会有个进香跟祈雨的仪式、嗯、啊，这个仪式总是稍微有点点庄严一点，对对对，那这份可能大家就需要大家稍微安静、嗯、然后、哦、啊，就是静静的观赏我们在做的这些仪式这样、嗯、那我们的时间是4月24号星期六的下午两点，那我们的地点是在三林区的日光小林社区、嗯、然后三林区哦，因为很多人可能没听过三林区，所以我特别强调是三林区、嗯、然后当天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玩，然后最重要就是要来这边消费，因为我们偏乡需要大家的支持。嗯，是，就是有很多小林在地的姜黄的产品呐、啊嗯，对不对？还有刚刚讲鸡蛋糕、哦，藕桂条，哎，藕桂，有都有，好、哦、都有，好、嗯哦、有苍巴色桂，还有在地的一些农产品。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谢谢高雄市山林区日光小林社区发展协会的王明亮阿亮了，谢谢，谢谢大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大武垄族他们一起唱给太祖听的哈嘿哈嘿啰啰奈啰耶耶大耶哦啊哈嘿哈嘿吉尼耶萨啊阿基尼那乌罗哈嘿哈嘿拉基耶尼拉阿拜哥罗耶啊哈嘿哈嘿达玛阿吽马卡托阿哈嘿哈嘿恩玛迪达那提呼达哈嘿哈嘿托基耶托波温耶和啊哈嘿哈嘿嘿乌龙啊阿拉基达罗啊嘿啊嘿比尼耶萨Oh